天团 Big Bang 魅力无限，红遍全球，就连四岁小萌娃都深陷其中。只见小妹妹跑到 YG 大楼外问管理员 ：“Big Bang 今天在家吗？”但管理员表示他们不在，小女娃只好放弃跟妈妈回家。Big Bang 없어요。原来这个小粉丝叫 Alice， 因为家住 YG 大楼附近常经过，希望能一睹偶像风采。虽然最后没见到，但 Alice 还是笑得很开心，天真卡哇伊的模样也萌翻网友。而说到 Big Bang， 粉丝们都相当关心二月刚入伍的 TOP。只见 TOP 全身黑色衣着，一头清爽短发，还戴口罩，外部出席警察活动，精神看起来相当不错。原来最近又有好消息 ，TOP 拍下一张张画作，因为他最近被艺术收藏网站选为你必须认识的100位亚洲收藏家第16名。但介绍中却提到他因为服役，最近停止更新艺术作品照。不服输的 TOP 决定一次上传个够，不止庆祝自己入榜，也告诉粉丝是实至名归。记者吴志恒、罗湘台报道。